是这一带吗？我看一下哦，好像是，这不是右边那边啊？这里面吧，哎，被遮起来嘞，这爬上去吗？还是要找别的入口？等下往上走，后面有三角锥，那边往那边过去就好了。东东，走吧。军方的，先跑，先往前跑，僵尸跑进来里面，我们先走吧，走进去里面看一下吧。哦，好暗，我们去亮亮的那边吧。那我怎么觉得这里超危险？喂，调查员在这里。等等，你怎么有个人？他是调查员，我们刚好遇到他。你是谁？我们看到那个伐木场的线索过来的。啊，你们是幸存者吗？对。可是我们刚刚收集到物资在另外一个幸存者身上，他现在在外面，我去叫他进来。泽克，我们在里面遇到调查员了，要不要去找他？东西在你身上，这边有点暗了、哦。这里是调查员，可能要等一下我们进去里面，然后可能要请一位在这边帮我看一下我们进来啊，因为黑衣部队应该在找我们、啊，然后军队现在在附近也在巡逻。好，那我来。好，那我们进去吧。你有带东西吗？有啊，都没有手电筒，然后进来都只看到黑影而已。对，我们没有手电筒。你们身上有武器吗？没有，我们只有斧头。那跟你们讲吧，我会在这边是因为我有拿到，就是以前黑手党制作的那种子弹，对。然后我来这边要材料，所以我需要你们的火药跟铁。所以你会一直在这边吗？还是不一定？我刚刚有等到另一批幸存者过来，然后他们说他们有缺材料，所以我还是会等他们。但是我等不了多久，然后他们还是没来，我才会得走的。好，我们有材料，我们材料足够。不行了，我觉得我今天找完据点要开始翻垃圾桶了，我身上东西快不够了。其实外面好像就有垃圾桶了，要不要先出去看一下？反正还要等10分钟。那我们先出去翻垃圾桶。黑衣部队。啊，对吼、哦，他刚说，刚刚军队有说黑衣部队会在附近呢，不然调查员要我们帮忙在外面干嘛？他说黑衣部队知道他在调查他们。先等待调查员吧，我觉得这边附近不要乱走好了，有点危险啊。刚刚调查员说什么可以做出什么吗？子弹还是枪？好像是枪哎。不知道，可是他刚刚讲说他身上有子弹。所以他是会给我们枪吗？还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哦，对啊，做他把枪做好，然后丢给某一个人这样。所以我们只能拿到一把枪，是吗？只要一把枪已经不错了，总比没有枪还要好。好啦，我觉得这一把神圣的枪应该可以交给硕哥吧。硕哥就给你吧，以前是黑帮老大的。好啦好啦，哲哥去看一下，他这样摸着过去，真的不会。被当成黑衣部队，刚调查员有看过他，应该是不会吧？他如果给子弹，我们就尴尬了。对啊，没有枪给子弹要干嘛？对啊，没有，是不是应该还有其他线索可以找到枪？有可能的吗？可以问他线索啊，因为线索到目前到这边是最后一站都断掉了。调查员，调查员，走吧，我们过去跟他讲话。下去了吧？有的，我收到了，感谢。你们有在看日志吗？生存日志。有，我有看你的生存日志。要了解一下那个僵尸的习性啊，他们眼睛跟耳朵是正常的。了解。你开枪，周边的僵尸会蜂拥而上。有，我们刚好有在路上看到一组人马，非常明显感受到了。这个东西你们留好就好，然后内部是秩序，然后我这边再给你一点弹药。有，我收到了。然后人员有人受伤了。我需要治疗，你会治疗吗？调查员，你还会治疗是吗？
这样叫我会吓到，我以为有人闯进来。对啊，这些东西有没有谨慎啊？我还没有回去补充啊，我要好好珍惜使用。好，我会的。好，那你们注意小心点，我也不知道你们在这附近闲晃。那我们先出去吧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去找个据点吧。你觉得哪边比较适？其实我现在也没什么头绪可以找到一个据点。那我有找过，应该四五个。四五个？真假的？那我们跟着你走好了。有一个点是游乐场那边。游乐场哦。我现在在你们的无线电，有人听得到？有。对，刚刚发来医院找我，给了我无线电啊。他说我太长手势了，所以他只好给我无线电了。辛苦了。到了，就这边了。没办法，我说我很会跑步，但是我不会骑脚踏车。那你们现在要前往哪边啊？我们在游乐场，知道吗？海边游乐场。哦，摩天轮。对。好，那你们先去。如果我能顺利到那边，我们再会合。好。那边有一个射击平台，好像不错呢。我跟你讲，一个据点好不好，就是看旁边有没有垃圾桶啦。垃圾桶。好了，那就暂定这边吧。海边据点，而且好像蛮多东西可以收的、哦。哎，如果我们要在这边当据点的话，就要找队长、副队长。谁想当副队长？想当副队长的举手。不知道这里当副队长可以干嘛？其实只是个头衔而已啦，其实没干嘛啦。对啊，就是如果队长不在的话，可以由副队长来指挥。对啊，蛇哥有没有兴趣啊？孔迪的，看他锵锵的，还是算了。我也满十八岁啊，我还是小孩啊。是这样吗？那耳师呢？我都可以，都可以是。那就耳师当副队长好了。那我们就叫做海边集团了。这名字有点烂啊，不能酷一点之类的吗？你想，来动动，你想一个美。这个是队长跟副队长该做的事啊。哎，我想了一个，你又觉得不 Q， 那你想一个 Q 一点的。哎，你怎么一直在说东西啊？动动，帮忙想啊！我是想啊，边说还是可以边想的、啊。好，边说边想。斧头帮，随便乱讲。斧头帮吗？好像也。真的超多东西的，我好爱。你收得很开心哎、欸！等一下，我一直在想名字。算了，我也收一收想想。想啊，不是就斧头帮吗？我靠，斧头帮我讲出来了，是我们一起想出来的吗？是这样吗？我觉得斧头帮真不错哎、欸，不错，我觉得斧头帮超棒。我喜欢这个据点，东收西收的，每天就在门口里面收东西，别人也上不来，哎、欸，该上不来吧？这边好像有楼梯上得来啊。你要游一阵子上来、如果有人这么有心要来攻击我们，那我也认了，好不好？我知道了，你们这么爱捡垃圾，海边环保署的。我是觉得就拾荒部队听起来是比较适合你们。投票，我们现在有几个天？他又给我走过去说，先靠过去他那边。第一个是什么？第一个斧头帮。我自己提的，三票。哦、四票，四票，没有。过了。你没投啊？搞不好你等一下后面再。还有一个就全部举手啊，因为每个人复数票啊。可以啦，复数票到每个人都投不就好了？没有，我不一定要，我有些不喜欢啊。一个人两票如何？一个人两票，好啊。然后第二个什么海豹部队，好。啊，下面一位。第三个煞气海豹。哦，好，没有人理我这。好，那第四个是这个海边环保部队。环保特战队。投一下好了，我都自己讲了。我珍贵两票用完了，三票。我两票用完了。好，三票。然后那个还有第五个什么拾荒部队。哎、欸，好，没有，所以就是什么斧头帮。对，就斧头帮了。对。斧头帮有人举的话，就举那个环保特工队。好，先暂时这样啊，我们只能先申请团队啊，这个据点的部分还没啦，就只是暂定哎，我们可以多看看几个据点，不一定要这边呢、啊。我们可以再多去晃晃，就多看看嘛。对，就先暂定这个，之后再找其他备案呐。呼叫小天，请回答。收到 ，over。我们这边目前团队差不多是六个，你有团队了吗？
目前没有团队。那我就申请六个人哦。都到。好，处理完毕。那就先这样哦，大家今天就在这边安心度日。爱捆，晚安。晚安，晚安，晚安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我们有技能倒地咯。有人倒地了，谁？调查员吗？好像调查员重伤了，医护官先把他拉走了。其他人先躲好吧，小心。